部落成员大魔王中王比比狂人分享的一个防守回放，我们去看一下。看这个阵型跟我的差不多啊，然后他是个素本玩家，遇到一个进攻的玩家也算是兵强马壮，看一下这位兵强马壮的玩家是怎么翻车的。跟我阵型差不多，应该是学我的。还有电龙啊，不过这个电龙啊，你走错方向了。如果你中规中矩的来打我们这位部落成员的阵型，说不定这位部落成员就扛不住了。可惜啊，这个电龙被套路了。抢了多少资源啊？1000多的黑油，不至于空手而归啊！游戏结束，再看一遍这个素本。素本的，你看他的防空都是一级的，一级的防空其实伤害也挺高的，因为4个防空嘛，有一个防空不是一级的，但是等级也高不到哪里去。总之不是一个10本的防空。这本这么素，没想到还有鱼上钩。所以各位小伙伴们，没事千万不要挑战陷阱阵，这个就是坑人的阵型呢。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，就是钓鱼的。像这个阵型，如果中规中矩的去打它，还是挺简单的。游戏结束，恭喜这位部落成员防守成功。喜欢视频小伙伴，记得添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